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 Lululemon 的那个爱无限活动，就是一个瑜伽小教室。对，谢谢他们带我们来，这是101的88层楼，享受在高空做瑜伽的感受。呀、OK， 走吧。又遇到小明、小轩了。又遇到了，我们阴魂不散。天哪，每次都遇到了。对啊，每次。有人带了一个很健康的，我们运动活动。有人带了一个很装逼的东西。对啊，谁啊？是吗？不好意思。然后谁？然后还弄发胶，然后还带。知道你们谁懂了很久，对，昨天还有人去染头发，哦，对啊，奇怪，没有，是两个人都染，我跟你说，是我们，我们很少都染头发，昨天看到的、啊，真的很会闲话家常，好吗？就这样，刚刚我们遇到了谁？嗨，都跟翁的代表队，对啊，来，我们来翁一下哦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翁一下哦。棒棒棒棒棒，大家很棒，谢谢老师今天的带领与分享，我们过了非常好的一天。对，谢谢，谢谢大妈。再来一张啊，不要，好，我还是正面。很浮夸哎，这个。很装逼哦。很装逼哦。非常逼哦。你知道我刚才拍那个人都超尴尬的，为什么？我就说我不行。哇哦，这是王美耶，哇哦，左边这边来笑一个哦，这边美丽哦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高温好不好？装逼，但其实我不怕，你怕呀？不敢往这边看，不敢呐，不敢呐，你看一眼就好了，一眼，看啊，你一眼了。Hello， 彩色的面，彩色的面配彩色的狼。贝贝，好了，我只是让你看一下头发，走。再让我看一下，我要对着镜头。好，开始了。哎，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家都在录影，想办法挤过去，走啊。他在我的领票前面录影啊，尴尬。来哦，拿什么饮料嘞？蜂蜜柠檬水。都很甜哎、欸！刚刚他是拿这个吗？卢是拿这个吗？是这个吗 ？Oh my god！ 太甜了，所以他旁边有另外一个可以给你加。好像我听到他说这个好甜。这是彩虹蛋带面，它面是彩色的，我帮你装。然后那个酱感觉超香，我再说，我觉得重点就是那个酱，应该可以直接喝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走吧，走。我刚做完的这个瑜伽，我觉得这个瑜伽真的是我有史以来做过最累的，因为它时间算很长，强度也很强，然后你会一直以为它要差不多放过你的时候，后来跟你说好来回到四足跪姿，你就知道 OK， 又是下一个要蓄势待发了。没错，然后真的好超哦，快哭了，好累哦。那你刚刚写的那个爱无限的写的什么？纯粹，纯粹，为什么？Pure 啊 ！I know， 我生气，不是，就知道很多东西都很不单纯，因为有一个单纯的东西就会像小孩一样，就是很纯粹，就这样。Okay. 就为什么写这个 ？OK， 我自己是写的那个领导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写领导吗？这是我最近最大的困扰，所以我想要把它做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希望能够用爱。
去带领大家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。哇，好感人哦！真的很感人吗？我要哭了，我真的哭了。哎，你们很浮夸哎！你刚刚想到的吗？我刚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想啊，真的，我要这样才能让整个团队一起前进。好喽，就这样。好啦，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感恩，拜拜。小浪树，拜拜。你刚刚拿的什么？网上说我会爱你，啊？戒指吗？钻戒。你看我拿什么？快去写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拿恐龙，那怎么办？拿了一只恐龙。